下一站香港 ，The next station is Hong Kong。啊哈哈，好彩我系 Thomas 啊。系高铁嘅话，俾人拆晒都未听过啦。无限 delay 嘅高铁列车终于有得见，俾人拆到一截截，搞到马路打晒结啊！港铁用了17.4亿同大陆生产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买了9架高铁列车。第一架上个礼拜到了香港，星期一开始，港铁会分3-4日将8卡车拆开嚟送去石岗高铁车厂。其中2个车卡星期一在屯门内河码头上岸，由拖车运去车厂，全程都冚到实一实，神神秘秘咁。睇真啲你咩样？车卡编号0251，头等咪头等咯，咩叫一等座啊？车身仲有简体交呀危险嘅警告字句啊！因为要运高铁啊，礼拜一到礼拜四凌晨1点到4点啊，其中一段锦田公路啊，有成20分钟啊，改造单程行车噶。我哋翻屋企啊，1:30呢部车大笨象仆街。我睇苹果洞，因为免费睇尽一部四看。